汤底要滚好啊，等爸妈因回来了，就差不多会当食饭啊。希望一顿简单、好食、好料的，会当让因大家心情拢转好。大嫂，听你安尼讲，你敢是知影因今日我倒来原因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可能是伊在公司啊。是讲安姐啊，你薪水小偷哦？啊，你规天踮伫个公司内底，煞毋知影公司发生啥物代志，安尼敢对？话啊，毋是安尼讲的，我只是永兴集团一个小小的员工，公司有啥物重大的挂牵，哪轮会到我注意啊？唔是讲你到底是安怎摇到，是公司有状况的？我就听秘书讲的啊，大家风，还有和财务长，因三个做伙出去啊，所以唔只合理推论，一定是为着公司的代志啊。罗安姐啊，真正唔是我咧爱念你。啊！你安尼伫公司内底不求表现的准度煞，至少嘛会晓察言观色啊。规工甲恁二兄对前对后对到，毋知人伫倒位，怎么搁还问？我本来就毋是做生意的料啊，伫个公司斗三工嘛，毋是为着要求表现，是为着要学习。而且二哥也毋是我咧管的，卡伫伊的身上，伊要走去倒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啊，不过今日确实有较奇怪，伊平常时下班的时阵拢一直会等我，今日却连招呼拢无拍就无去啊，所以我其实嘛感觉一定是有代志发生啊。是要讲到啥物啦？我非得你放心就对啊。你即马只要甲你唯一的工课，就是罗家小公主的这个工课做好势，其他哦拢无重要，因为无人对你有其他的忙啊。哎，大嫂，我最近是不是做什么代志让你不欢喜啊？我哪会感觉你对我有淡薄意见？你有发现哦？哎呦，哪安尼啊？我俩做工创得袂歹呢。可怜爸你等来。拄只大嫂的意思是伊确实伫咧吞论我，啊，不过我是当时去抓到伊，我哪会那么尴尬？佳芳，你要敲一通电话文瑶无？问看卖的人即马伫咧倒位啊？免啦，连爸拢讲，给伊一挂空间，小冷静一下。伊拢大人大正啊，免为烦恼啦。真正是替家烦恼。你讲啥？什么烦恼不烦恼？哦，无啦。我是讲，我那刚刚淡薄仔忝嘛，也是咱较早回去，较免爸妈因烦恼啦。行。您过来一下啦。强抓到啊！孙惊，无送。爸，唔好，这帮去用掠去啊！什么？啊！你讲这帮去用谁人掠去啦？叫周胜仁掠去啊！我跟安杰亲目睭看到，今麦安杰已经坐车去叫啊！我紧来通知你。爸，我顶安杰手机也先去叫人。
我上烦恼的代志哦，即摆真正发生啊！周正泽即摆秘书是亡命之徒呢，啊，唔知对家风做出什么款的代志啊！大人，咱先出发，我叫人去救他。啊安姐，你即摆是创啥？你敢知你一人溜过去，安尼真危险。大嫂已经甲恁讲啊。是啊，我定位你的手机啊，已经在路啊，包括吴文姐，卖随时人过去救过，所以千万卖冲动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迄时知影，因甲哥带去倒，恁才有法度救人啊。安姐，这我想办法处理，你赶紧离开遐啦。我袂当甲哥放咧门关，我至少要看到伊平安无代志，我才放心。安姐。这不是公司求呢，我拜托你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我知影你是想要保护我，啊，不过佮你同款，拢是我上对的人，我一个拢袂当失去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是弱女子啊，我会保护我家己的啦。安姐，安姐，苏先生，麻烦你，我开下镜，好不好？家风，真神哦，该上路啦！周正泽，你是创啥啦？你看恁情好无？就听到你的声，我几巴都会。吴家峰，你讲白阿囝害到惊到煞，找几个口无嘛？既然你无爱哄我，阿哩我勒三日时间替侬开门啊！你卡认真个啦，你安尼做有啥物好处啊？你若叫安怎，你是爱食醉嘞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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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连活路拢无啊，我搁会惊食醉？吴家峰，你莫抓准讲我就是咧吓惊你呢。这条溪水是真济暗，你只要一搭过嘛，就算讲是奥运选手，我那去向我嫁落啊。而且你即马双手搁去我绑条的，你真紧哦，就去做好大囝婿。你先莫冲动啊！我知影你等下周总报出来机会是足悬的，你爱偌济你做你讲，我拢给你啦。啊！唔着真大方，罗家峰，你是放羊的孩子，做了袂过眼睛，佫敢欺骗我？我今仔日若是佫甲你信道，这条溪水无看惯，我规头来死死好啊！我真正无骗你，我爸已经知影所有一切啊！我无需要温暖，就会当动用资金。我真正把你当作是潘啊！我嘛无希望周总变安尼啊！赶紧想办法，明仔日把周总报出来，其他的才大大的参详安尼好无？你这句嘴阁真好讲，参详？呸！死道友无死病道，阮爸到底是干安怎？今仔日光耀汽车当初的发布决定，除了阮爸仔向开除，佮推卸阮爸的责任。伊若是叫我们破嘴，我是要背甲头头头，我爸该自家的。伊的事件名声，所有人要去啊！这，这，就是因为你，一直骗，一直骗。若不是你小贪，不甲钱嘛，卖讲是二十八、六十亿，你有恁爸做靠山嘞，滚嘞！是输甲头头头。你千万不要乱跟我爸交代！我今仔日若是无让你出去，我周正泽就电到到死啊！我鸡巴到你了，小大姐！你若是要拍我死，我永兴集团的化工部门有做些律师的，一定要替周总想办法，
你若讲着钱，我给你包五千，你帮我倒转去。我会说服阮爸，看要安怎替你想办法。你甲周总一定咱中山再起。是啊，对。操哪知影？啥乱你莫卡早解决嘞？阮爸即马名声拢臭去啊！中山再起，我听你的放臭屁。今仔日再无你死，我甲看你大人准备出。准备啊！准备出！看你乱搞变，我看你乱搞变。我去叫伊变个走路无路啊！我去想什么方法？手套开，紧！你头个歹心啦！罗家峰来死去，罗家就是你的天下，你卖管大事啊！罗振泽，你什么死人？我绝对不可能，我是上万群人。老李，你也气我卖，等着！站！站！站！你什么东西？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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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